欢迎收看 FAQ 系列的第34集。嗯，因为之前呢，就是我们在上课，下课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听到一声巨响，就是突然就嘣，然后我们就往外看，就冲出去，冲出去之后就发现，那个就是很大的那颗南洋山居然倒了。然后我们都很惊讶，这样。那我们来看看那时候的状况。然后这是我们学校的树，然后它现在原本是在这个地方的，然后现在它倒了。刚刚可能是风太大，所以它就倒了。然后这现在学校超团结，大家都跑出来看。然后就是这个树呢，它现在旁边那个都被除掉了。然后它的根呢，好像是。有什么东西？这个是白蚁窝。白蚁窝嘛。会闻得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合照一下，纪念这个树。FAQ。然后你来说，树就在了吗？树就在啊。对啊。对啊，就在啊。大概几年啊？那个树？那个树啊，我也不知道我年龄多大、啊。反正我进柳工，我是第五届的，这样子去推好不好？所以那时候大概多高、啊？那时候多高啊？没什么记忆嘞。有到一层。大概我们一身高那么高吧。所以它就一直长，一直长。那时候就长了。好。那时候就长。所以种很久了。很久很久。绝吗？对。可是我以为是有学生受伤掉下来，我吓到了。很大一声。然后就冲出来看，因为其实我没有看到他倒下来的那个过程。嗯哼。对啊。OK。嗯。好。FAQ。你对那个树有什么情感？没有，他倒下来的时候我在外面。再一次。再一次。再一次。那个你要打光吗？你喜欢光吗？我问，打光。树倒了之后，你有什么感想？快点，有感觉？没有，我很诚实，没感觉。是啊，对啊。有什么想要说的话吗？失望吗？我觉得很可惜。好失望，柳工地标减一。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树倒下来？老师，你有没有看到树倒下来？好吃啊！什么好吃啊？快点！刚才差点圈过。好吃啊！好吃什么啦？又是你。你只有看到树倒吗？那没有。那你觉得那个什么树倒，你会觉得很可惜？当然不可惜啊。为什么？世界上树那么多。哦好。可是那个树，它种很久了。所以啊，刚好去治了。FAQ。我是觉得还蛮可惜，因为你看那个长了那么久，然后结果它可能因为白蚁的关系，然后它就蛀掉，然后就倒了，就这样。那我希望那个学校可能可以。弄一个东西来纪念它，或是把它留下来。